最冲动。烽烟四起，三强争霸，巅峰对决，谁能问鼎？最后一战，大家肯定是拼了命减卡。快走！我们会尽全力的。直走！怎么看爷们了？筷子老师今天开挂了，他们从河里出来，衣服不换，湿衣服直接背包走。哎，我就觉得今天大家的状态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绿子，先百分之二百。你知道吗？就我们在下面是多惊慌的人。这个场面太惨烈了，在干嘛？我感觉我哭的呀，我哭成那样了都，我都不敢了。加油！暨南交通大学中继站，谁是冠军？确定这条路吗？咱们最好别绕路。我紧张了，现在争一分一秒都很重要，是吗？我们要争冠军呢，现在我们先当我们的冠军呢。再来